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去看一下前两天媳妇放的那个捕鱼的笼子啊，还没放到，两天没去看了，还是要洗澡，主要是这个东西不管有没有都得去，可遇不可求啊。走，我们去试看一下，搞得好像没放到是我的错一样。嗯，我小，看到我小妞在这跑步。那里，牛仔衣的。就这里，下面，快去。啊，那个绳子看见没？还绑在上面。看啊，看你来是不是运气好一点啊？两天没取了，鉴定完毕，啥也没有，还不如我拿回去吧，还重新放啊？换个位置吗？换个位置，看见没？那个绳子，看样子估计又是空军司令哦。一看就是没有吗？一看就没有。不是，你看现在这个才六点，都出这么大的太阳了。换位置还是拿回去？换个位置。换个位置。往前面放，换那里去。我上次这里好大的水，我不敢下来。早上的天气真好，前面还有最后一个，两个空军，搞得我还提个桶，哎，兴致勃勃。这个放鱼的技术不到位，你自己告诉我不要放饵料，你用饵料吗？没有，我也不放饵。不，我要放。这怎么跑出来了？推水了这里。嗯。这能怪我吗？完了，要上大号。看那样子就是说这里有咯。嗯。啊？没空军吧？哎，跑哪去？啰嗦。就一个田螺吗？你是骗我的吧？有一个泥鳅。嗯。你是骗我的吧？就一个，你就知道回跑掉了，那还放在这里啊？不放。哦。现在我重新来选位置啊，明天我来看一下。啥都不放，你还想要？空手套。我要去买点饵料过来。那个要钱的玩意，你知道吧？算了。看一下。又来看我干嘛？嗯、哎，又是一个收获满满啊。没脸骗子啊！提桶，走，这故意的，一点点的，换个位置啊！上次他放的那个水啊，高一点，这次退水了，网子都在上面，怎么有鱼呢？难道鱼会上岸？还有点脾气，还、哎、这女人。放这里，我上之前我觉得这个地方好，我怎么差点怎么放？这里。这地不好。这是下雨下起来的水。这地方一看就是好多泥鳅跟黄鳝、啊。没有吧？没。你是不是要放到对面去、啊？那个位置我也看中了，上次水好大，我过不去。三个笼子已经换了位置啊，看一下明天有没有。今天是让我大开眼界，那还想搞两条小鱼给那个鳄龟、鳄鱼那个娃娃鱼吃啊。我想吃娃娃鱼了。今天要饿肚子啊！我说我想吃娃娃鱼了。改天有时间把它宰了。确定？
OK， 明天再来。好，今天就到这。